每当只要到五日节进前，西港庆安里就邀请社区的妈妈做回爸爸粽。不过今年受到疫情严重的关系，社区为着防疫，只好缩小规模来爸爸粽送爱心。我们本来真只规模很大，疫情的关系吼，啊，单有较缩小，啊，就只志工伙伴，大家真足感谢因疫情的问题吼，大家拢无想要做啦，啊，只感谢讲只大家足用心为着只。弱势团体吼，去互因食一个粽吼，啊，着算大家着用心啊，所以今仔我也完成这个粽的活动。土豆、猪肉、香菇、满满啊，了解的心拢摆伫个粽内面。社区嘛真感谢中油公司啊，佮有南部树枝长期赞助经费，才会使逐冬拢摆肉粽送爱心关心遮个里面。食咱拢会想吼，吼借用这端午节吼，啊会当吼。利用这个端午吼，会当来谢谢一组吼，关照咱的哈，咱的吼，咱的独居，咱一寡吼较弱势吼，吼做一个关怀安尼。咱黄素组下有那会分配吼，吼帮忙到送吼，啊我可能我送的部分，可能那有一寡较低收啊，甚至独居者吼，吼只有那我那会到送。社区志工团结起来，斗阵参加这有意义的活动，嘛，互将要来到五二节充满着幸福的氛围。南天新闻台山西港采访报道。